广州建帆服饰，今天给大家是一个这种潮牌，然后大码的一个这种一个品牌啊，古码。古码这个牌子呢是这种欧美风格的，然后呢很多这种洋气的设计，版型呢专门为这种胖女生设计的。我们这种胖女生呢也喜欢穿这种潮流然后时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所以说我们那个古码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胖女生这个群体来量身设计啊打造的这样子一个品牌。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款式啊，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蕾丝啊很优雅的风格，然后呢它整体的版型呢也是这种宽松但是带一点这种修身的风格。这种 T 恤呢就是这种宽松肥大的啊，这个包括袖子这里也很大。这盘货的版型啊，版型很宽松，因为这个品牌呢定义的就是这种胖女孩的一个这种胖女生的一个潮流时尚的一个这种风格，所以说版型呢我们这边客户如果说找大码的这个品牌的话不能错过啊这个牌子。像它的像这种比较个性的小设计，然后呢带一些这种休闲的一个风格，包括像这些裙子呢，其实它虽然说做了一条腰线啊，这种呢是显瘦遮漏的啊这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品质啊，品质工艺像这里一个重工的钉珠，然后呢还有像这个上面一个定位花啊这个设计。面料的质地感也很好，包括像我们这种一个很性感的一个后背的设计。然后呢这一盘货的一个比例啊，连衣裙占比也挺多了，连衣裙占比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格呢就是我们这种带一些这种潮牌然后呢街头和时尚休闲的一种风格。版型很大，它这个呢其实123-130斤到它的一个167啊左右的话都可以，这个甚至我们再胖一点的话穿这个像这种宽松有弹性的都可以。这个货品像这款也比较有设计，上面领子上面这里比较有设计。它的一个这种面料的质地感相当好，像这件啊前面像这种一个刺绣的这种刺绣的很精美的，然后这面料的这一种质感度啊相当不错啊，像这种图案的话也非常好看啊。整体的这种版型呢是带一些这种欧美潮流范的这种风格，它的一个这种面料啊还有包括它的一个这一种做工细节啊相当好，像这款这种裙子呢也是这种宽松的很宽松的这种大版啊这个。然后我们这个牌子呢三标齐全啊，三标齐全，吊牌价看一下啊，这个三标齐全吊牌价啊，像这件啊369啊，这个吊牌价呢300多、400多、500多这样子一个吊牌价，它的一个吊牌价呢比较亲民的这个。然后呢整体的一个这种款式呢可以看一下，这些简洁然后呢休闲有一些这种风格。然后像这款裙子啊拼接的，下面蛋糕裙上面拼接的一个这种 T 式的比较有特色。像它的一个年龄段啊跨越度的话很大，这种像有一些从25岁左右呢到它的一个40岁左右啊都可以啊，这一盘货40多。像我们客户啊做这种像我们很多北方客户啊或者找那种就是说宽松一点的肥大一点的这种潮流的一个这种品牌呢，这个古码的话非常适合啊。它的版型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带一些原创设计的版型，然后呢整体的一个这种宽松呢，像我们这种胖女孩的话就胖妹子啊或是穿上身啊都非常时尚
而且的话也很舒服，这种宽松的夏天穿也非常舒服。然后呢，其实像我们这些裤子啊，搭配这个 T 恤啊，都很好搭配啊，带一些这种休闲的一个风格，像这个这种蕾丝拼接的，这有个小露肩。款式呢，像这种黑色的其实是非常显瘦的，这一种深色的话其实穿上身啊，胖的人穿上身显瘦。然后像我们这个比较有特点的这种彩虹的一个这种带子一个设计，包括像我们这种重工的这个，它很多有这种带一些欧美的一个元素，时尚元素。还有像这种蕾丝镂空的这个比较优雅的一个风格。其实像我们这里的裤子啊，还有这些啊裙子啊，搭配这些的话就非常简单啊，因为像我们这些这种上衣呢，它的一个这一种搭配起来啊非常简单，搭配我们牛仔裤或搭配我们这里面的裤子啊，都很好搭配，比较有特点啊。这件后面这种有裁剪的，然后镂空啊，这些很个性的一个这种设计。它的面料的这种质感啊，也是相当舒服啊，这种面料的一个质感。还有像这个带一些休闲然后时尚的一个风格，戴帽的这个。像我们客户啊，做这种一个潮流时尚，然后呢带一些这种休闲风格，这一盘货的话真的不能错过啊，可以找我们的一个销售经理啊，这个因为它的一个这些品质啊，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一个细节啊工艺，最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款式啊，这个款式也很不错，这种胖女生呢，这种胖的穿上身非常好看啊，这个像我们三四十岁啊穿上身，可以试它的一个版型啊，这种带一些休闲然后呢显瘦长露的，这个它的这种的一个这种设计呢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还有像我们这种镂空的一个，像这中间做一条这种腰线的，像这样子的一个货品呢，其实我们客户啊，这种啊拿回去啊，让我们的一个上门的一个客户上门上身穿啊，这种版型，还有它的一个款式，还有它的一个这种面料的一个质地啊，都是很好的这个，而且价格的话也非常实惠啊，价格的话可以跟我们那个销售经理去问啊，价格相当实惠。好像这款这种镂空还有拼接的，这个每一件都相当不错啊。古马的款式就给大家介绍这里，确实这个品牌的话，我们有客户需要的话，抓紧联系我们销售经理。好，谢谢大家。